宝贝们，我的新专辑来了，你们听了吗？孤独当烦恼，我才得以存活。开始啊！你紧张吗？不紧张，就是状态不太好，感冒了。我画不完太多忙碌，习惯独处，陪着情绪起舞。橱窗里的对望着相反了的我，被关在一个主观的角落，他听我说，他纵着我，像一个人，有另一个角色，我和自己吵闹着，越感觉温热，别叫醒我，放下什么。字唱出来，那个表情唱出来，嗯，好，多一点笑容，我觉得好像笑容太少了，嗯。他孤独过，他太懂我，遗憾多了，不需要知。越感觉温柔，就让沉默代表更多。哦，还不错。王总，你刚刚录那个歌，你觉得有难度吗？难度啊，有啊。但是我有两种难度，一种是高音对我的难度，一种是情感对我的难度，就是内容方面对我的。和细腻的那个难度，两种难度，我是出于细腻的比较容易，就相对会更好一点，高音的话可能会困难一点。你听了吗这首歌？听前面录的时候我在里边，什么感觉？就是我觉得挺好听的。然后那个山田老师说，就是不有一段就一直跟你说让你就是不笑一点，笑得上那个嘛，然后说其实那个状态就觉得就特别对的那个我真觉得唱完感受唱完特别有那种啊我好难过的感觉。就是他提把那个就是告诉我了之后是会更好是吗？嗯，对，就是有事儿人才会有事儿人才会装没事儿那个感觉嘛。所以我真觉得特别好听，王总给我们清唱一下。任正，我爱上一厢情愿偏执的我者，想怪人一个快乐也不快乐，天知道这是什么抉择，伤心不得，开心又不舍得，超好听。人证送给你。哇，他好看啊！他好乖啊！太帅了！
太好看了，长得。握手。握手。金老师好。哎，他字好乖啊。你想把他带回家吗？啊，太可爱了。嗯，他特别乖，完全不动，然后特别亲人。而且也没叫啊。嗯，就只有门铃响的时候才会叫，其他时候都不叫。声儿大吗？叫声。嗯，还挺大的，门铃一响他就叫。他成绩好看吗？嗯，眉毛好看。怎么可能？你盛世美颜，怎么可能会天天好看？别叫醒我，放下什么。